本次视频特别明显来自西北的。今天我们来自西北宁夏的沙师傅啊，准备给我们来一个西北的大盘鸡。这是我们的张师傅，张师傅在干啥呢？张师傅，你在干啥呢？张师傅在画洞呢啊！今天全场的视频由大海解说。加油啊，不能出丑啊！要不要帮忙呀？要，师傅把这锅饭弄完。好嘞，没问题啊。刚刚韩师傅问说大盘鸡是啥，今天给他展示一下好不好？怎么样，这个料合不合你的心意？看看都有啥。哎呀，一定要搞了，搞了不错啊，争取别翻车。不翻车，翻车了，翻车了就翻车呗，谁没翻过车呢？看看都有啥，香料只够两个吧。够不够呀？够不够？这豆瓣酱够不够？我靠，你先来，豆瓣酱够不够？你还需要什么？够，还需要你？知道什么是开始了吗？土豆啊，沙师傅开始削土豆了，米狗开始切西兰花了。加油加油！会不会？要不然我教你怎么搞。你教我吧。大海说他想吃土豆，咱们就晚上给大海做个土豆吃。哎，你这不台词不对了，台词不对了，换一个。领导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你。这是这土豆有什么讲究吗？有。什么讲究？切完要泡水。切完要泡水。这我沙师弟啊，中午练完自己的肌肉，现在开始练真正的肌肉了。加油加油啊！哎呀，我烤个茄子玩意儿都那啥，我感觉你这个你离远点儿，别切到自己啊！你手指头往后缩一缩，以前在川菜馆学过的，这可是不简单、啊。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？现在进行到剁鸡。剁鸡好。这看这能看出来是？哎，土豆。哎呀。哎，这样。看跟豆腐似的。香料过水。过热水吗？过热水有什么说法没有？没有，给他们洗个热水澡。不是，这到哪一步了呀，沙师弟啊？啊，现在炒料。我都看得眼花缭乱了。明天回锅肉，明天回锅肉。明天回锅肉，我们帮你切肉啊，你就负责炒就行了，好吧？就这就好了，还没好，这个步骤有点看不懂啊。香是挺香的啊，全国人民都闻到了你这个味道。那个小手抖动的非常有这个节奏啊，厉害。要不要盖起来？不用。这样我会紧张的，紧张把手牵了，谁负责？大海负责，我负责，下半程都对你负责。终于到晚上开饭时间了，沙师弟，咱们晚上啥时候吃饭啊？晚上到点了就自然会吃了啊，年轻人不要太着急。饿了，从上午做到下午，我的妈呀，这都晚上了。大家都是，你看大家都不着急啊，你尝心啊。好，听沙师傅的啊。哎，感觉是少了点啊，这怎么动？我煎不动啊，一会儿还得谁帮我煎两下。先试一试了啊。你想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？你就说呗。味道不错，那感觉盐是不是有点淡啊？后面加了点水嘛，汤有点太少了。对，有点淡，不错，还行啊。大哥吃了自己的饭如何？
哎呀，还是经验不够啊，没有搞过这么大的锅，这么多人的饭。够了够了够了，下次会更好。下次会更好。好的，期待你的更好表演啊。好嘞好嘞。